我是我们几个里面力气最大的人，力气最大的，力气是你，对对对，真的假的？是他是他是他，真的是他。我要挑战的是五秒之内喝完这瓶水啊！预备，开始。哇！喝完矿泉水之后，环保好，学到了，像在垃圾桶就不会占那么多的空间。不要被吓到。六哥挑战一下，没拉过。OK。哎，真的，弟弟们的世界，六哥懂吗？我只能说我不懂。